好吃好玩的在哪儿我就在哪儿。我是只在深夜更新的深夜小鱼干。母亲节了，今天我要带着我的妈妈陪她过一天。直点找揍的你。接下来带妈去体验一下现在最火的酵素浴。到了，木头味儿是吧？现在应该就是热的了。对，变热了。光着脚丫子，对，慢慢点。哇，热呀！烫屁股。看我现在这个啊，表情还是比较还是很不错的。我还真现在有点微微出汗的脑袋。我想把手拿出来比划一个剪子，剪子，剪子。我帮你比，看我。心情非常愉悦。快乐池塘在中央，梦想就变成海洋。这个池子对你来说明显比较大，估计个高的就可能会装不下吧。你这样录会不会显得我有装下巴呀？会的。啊，那不行。沙滩的时候，那个沙子不是会往下滑吗？但是这个图你捧上来，它就待在上面，就感觉很厚实的。借我一双小翅膀，就能飞向太阳。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。我多大呀？别录啊！我16。十七岁那年的雨季。这是一道测试题，测试你哪个功能不太行。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。已经是晚上了，我们已经在外面疯了一天回家了。白天我们体验的酵素浴呢，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放松很舒服，比较能够缓解一天的疲劳和压力。但是如果硬要说酵素对人的身体机理有什么特殊的功效的话呢，我个人是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夸张了。母亲节到了，小的时候呢都是妈妈陪伴我们照顾我们，我觉得尤其在母亲节来临的日子里，不管你的学业压力有多大，工作有多繁忙，都一定要抽出时间来多多陪伴妈妈。祝妈妈母亲节快乐，也祝全天下的妈妈都母亲节快乐，天天快乐。那是在被人们感觉遗弃的地方，大马路爱平房，黄梅布满闹嚷嚷。生命很短，山中开满的果铺成养老枝芽。日子很长，只要是站在等孩子的窗，我们都是一个人加上另一个人长相。世界的墙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，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我说话。早点回家，早点回家呀。